来，共有听众一起多，大家真好看，欢迎大家做。大家若先拍到，我想伊会做唔落，为咱大家拍拼。共有听众一起多，大家做伙拼，做伙发光，做一门一百。祈求台湾社会一日公平有正义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。再拜。祈求全民团结一致，创造经济繁荣，促进人民福利，并祈求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、立委候选人蔡依依会当高票当选。三拜。祈求全体贵宾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事事如意，幸福快乐。一票。拜！拜！天上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贤。这么多时段，今天来到我们好不了，要来支持我们的台湾的第一女总统蔡英文。尤其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新闻区，我们在好不了这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姓蔡的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在这就是都要来支持说我们的姓蔡，我们的蔡英文要来做我们的总统。大家说好不好？有信心，只要咱团结起来，咱继续冲，继续拼。每年正月十四，胜利一定是咱的。大家讲对吗？蔡英文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安尼好无？蔡英文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安尼好无？蔡英文一票，蔡英文一票，安尼好无？姓蔡爱大团结，咱即位姓蔡要做总统啦，安尼就是。咱各地，咱的在地，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爱感谢咱的泰信公，咱的诸位，今日予咱伫遮会使做伙，啊来甲咱的妈祖婆来拜拜，啊来祈求讲咱国家会使平安，啊大家会使健康，啊嘛足欢喜讲咱有遮尼侪咱宝地，咱的乡亲伫遮，啊佫予我足欢喜的，就是讲今日咱的歌串，咱的宗亲会。在这里，这么多四处都在这里，四瓜也在这里，感觉很温暖的啦，我也感觉说这个地方，如果没有80%，应该有70%，是不是？有吗？有吗？我后面有人说100%，是不是这次选举？咱啊，即嘛剩无到40天，啊，剩30几天，伫遮要甲我的乡亲，啊，咱的各地，咱的乡亲来拜托，拜托讲，咱这30几天，咱做伙来投邮票，好唔好啊？啊，不过咱的邮票唔是干那叫咱家己的票名呢，咱的各地人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足侪各地人的，是毋是啊？我去倒拢拄着各地。所以是不是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在外面的各地乡亲，是不是投邮票，他们如果住在什么地方都没关系，电话一定要交，请他一定把票投出来，你们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我们如果四岁还是我们的亲戚户口还在这，是不是我们打电话请他回来投票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一项事情特别交代的，我们的年轻人有的在读书，啊，若要转来投票吼，坐车爱用钱，尤其是坐高铁搁较贵。啊，是毋是咱做时代会使补贴一寡？会使未？啊，咱的时序转来投票的时阵嘛，会使转来看咱时代一个啦吼。啊，就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啦。啊，是毋是会使拜托大家，是毋是把每一张票、每一张票都甲印出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那安尼吼。咱若加伊，若大赢吼，我甲你讲，明年总统一定选出来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
啊，咱即摆台湾，咱正经来讲，今日是我行台十七线的第三天。啊，咱咧行的时阵，拢行咱的沿海遮个乡镇。啊，即届我要行25个乡镇。啊，这25个乡镇内底，咱看到的就是讲，咱沿海遮乡镇日子拢较歹过，因为咱的条件较歹，所以咱的厝外人嘛较侪。所以我嘛要甲大家讲，是毋是咱2022年咱执政了后，咱来甲咱沿海25个乡镇要安怎来创？啊，创啊，咱遮较有产业，啊，咱遮较有工作的机会，啊，咱的少年囡仔会使转来来在地咧食头路，还是在地做事业，互咱伫遮，咱会甲爸爸妈妈、甲咱的子孙拢会使住做伙，啊，咱做伙来做咱本地的产业，互咱的沿海。遮有较好的产业，啊，较侪人来，啊，咱的少年人会使阁转来，互咱遮感觉讲，遮嘛有一个机会，有产业的机会，有一个发展的机会，大家讲好唔好啊？好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咱2022年，咱会使做一个系统，就是讲，互咱的全台湾，咱的老人家，咱的年纪较大的人，咧家己的社区内底有人甲照顾。予伊感觉讲，咱伫家己个社区内底，若有需要，拢有人伫甲斗相共，有人伫甲斗照顾，予咱个时岁嘛感觉讲，咱个时代有人照顾，较安心，啊，伊会较放心去拍拼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咱嘛还有一个政府，会使甲咱顾头顾尾，咱政府个钱，咱人民个钱袂乱开，啊，钱拢会用在咱人民个身上。啊，袂讲去甲浪费，啊，咱即马即个政府足浪费，大家讲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总统咧甲咱讲，伊用偌济钱咧倒位，啊，毋过你有感觉着无？你有感觉着无？我感觉讲政府也是总统有钱，把钱用在咱的身躯的，所以咱的钱实在是咧过去3年4年安尼用，实在是拢无效益。诶，投资无效益诶，花费，所以即落款诶叫做浪费啦，大家讲对毋对？对。啊，即落款诶浪费，即落款诶政府袂晓理财，袂晓顾咱政府诶财政，所以咱2022年是毋是哦？即个政府回去搁检讨反省，啊，咱换一个政府来做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好唔好？啊，咱诶日子，全台湾诶日子，足侪人感觉是愈来愈歹过，尤其是咱诶。有钱人甲无钱人的差距嘛愈来愈大，啊，这是有史以来，咱有钱人甲无钱人差距上悬的时阵。啊，咱的前5%甲最后的5%的人，因的收入来比较，这是有史以来差75倍差上多的时阵。上有钱的5%的人，甲上无钱的5%的人，因的收入差75%，有侪无？有侪无？有足侪个啊！这是咱台湾社会表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有钱人甲无钱人竞争差足侪。啊，咱的贫富差距安尼愈来愈大。啊，咱这个总统还搁咧数字上还搁咧计较，伊讲伊的数字较好啦，啊，咱的执政的时阵数字较歹啦。我甲大家讲，伊用的数字是因为有咱有一个社会福利的支出，伊提钱去贴，所以迄贫富差距才把它缩小。迄若是无提钱去贴，咱的贫富差距是就开的啦。所以咱对咱这个社会，这个有钱人甲无钱人的距离愈来愈远，这个款的情况是咱政府爱负责任的代志。所以明年2022年开始。咱是毋是大家做伙来合作，大家做伙来拼，互咱的有钱人甲无钱人这种差距，咱会缩小。啊，无钱人会使受到照顾，啊有工作，啊咱嘛感觉讲，咱的较无钱人的有工作，通去做，啊因的生活较稳定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。好唔好？好。这就是一个有做代志甲无做代志的政府的差别啦。所以2022年，咱是毋是选一个会做代志？啊嘛，照顾咱的人民，啊，甲咱做伙的政府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那是安尼，那，哎，对啦，都不错。对啦，你讲得足好诶。对啦。好。
好啦，我知影遮拢决定啊啦吼，啊遮拢决定的是毋是倒邮票会使袂？重点是倒邮票啦，好阿妈。好。啊，上好是以前投国民党，即马甲邮过来，好阿妈。好。啊，以前无投票嘛，请伊出来投票，安尼好阿妈。好。这足重要的哦，啊，就拜托大家，是毋咱布袋遮无七十，无八十嘛有七十，安尼好阿妈。好。啊，咱嘛。啊，咱的蔡依依，我台大的学弟，啊，爱拜托大家心思，甲咱的蔡依依加加油，加鼓励，和咱的蔡依依去咱的立法院，甲咱做发言的人，啊，会使甲咱做争取预算，啊，咱的蔡依依就好叫叫落来，啊，若交代的代志一定做。所以，咱是毋是叫一个少年呢，搞做代志的，啊，随时拢看会到，会立法委员，安尼好阿妹。哦。啊，今天嘛就搞做代志的啦，啊嘛是随拢看会到的啦，啊，不过较老一点嘛啦。啊，搁袂话老啦吼，啊，搁会使做的啦吼，啊，今嘛是上好用的时阵，是毋是搁甲送登去立法院，甲咱服务，安尼好阿妹。好。阿妹。好。那阮三个吼，即马才五星的县长，满意就六星啊，六颗星，安尼好吗？好，阿妹，好，多谢多谢大家，谢谢。蔡英文，当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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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戴明文，当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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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蔡英文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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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英文。蔡英文，当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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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大家爱拼爱拼，正月十四时间要到啊！大家倒邮票，和蔡英文代表台湾当选总统。拍摄。